制作脆皮花篮，首先加入原料粉浆，盖上模板，设定时间约一分半钟，时间到了，掀起上盖，取出饼皮放在纸杯上，以专用工具轻压成型，接着制作脆皮甜筒，加入原料粉浆，盖上模板，设定时间约一，时间到了，掀起上盖，以专用工具卷成甜筒成型。